很快就酸了，好，我知道，老婆，快点，加油！吴三桂，下次你要是再碰我，我就让你死。老婆，你放心，只要你比隔壁那一家早生出来，我保证以后不碰你。你不碰我，你要碰哪个女人啊？啊，说错了，碰。加油！三口，三口呼吸。好了，谢谢跟着老公一起做拉美，深呼吸吧。谢谢，加油。气息很好。